你要是让我在家待半年，我会发疯的！雨涵，雨涵，你现在跟疯有什么两样？你再嚷嚷加入共产党，我就把你锁在卧室里边，客厅都不让你进，不劳你们大驾。 哈尔滨公安局，陈局长，算下去，啥事儿啊？我被关起来了。啥？你被人给关起来了？不是你还能被人给关起来了？真的？不是你跟我说，谁呀？谁呀？喂，我是程强，你说。我爸，他把我软禁了，我现在哪儿也不能去，还不能上班。本来我想去你那递交入党申请书的。 现在也不能了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宗小姐，你要求进步啊，我很高兴，我们也很欢迎。可这是你自己的家里事情，你自己得先处理好啊。可是我爸他现在存心阻碍我进步，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正好他现在不在家，你能来接我吗？宗小姐，你要求进步心切啊，这个我能理解。 这样，我派人呢给你送一些书，你正好在家把这些书看一看，怎么样？再说了，这是你家里内部的事情，我无权干涉。那我报案？我怕他危害我人身自由。程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，又是我思想上的领路者，我现在身处禁锢之中，只有你能帮助我重获自由了。我理解，我理解。 可你这也不是报案电话呀，对不对，宋小姐？你这样，我还有个会啊，要抓紧去开，咱们回头再聊，好吧？哎，再见。不是，咱凭啥不管啊？这人家里的事情，我们管不着，也管不了。你以为你是神仙呢？什么事儿都能管啊？ 你开不开会？开。请问您找哪一位呀？我找你们家二小姐，公安局的。二小姐，您找她有事儿吗？我们程局长让我给她送几本书过来，啊。 啥意思啊？让我们局长亲自来送，是不是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请您请坐。哎，我去叫二小姐下来。
坐。哎，王叔，你去忙吧。那我们房间聊。哎，我去厨房看看，你们聊。程大哥让你来的吗？我自己来的。那个，这书我送你的。你就是给我来送书的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带你出去。太好了，吴征，咱们收拾东西去。去，赶紧，赶紧，快！轻装上阵，这些衣服我都得用。啊，知道知道。这样必需品啊？是啊，不是你少拿点行吧？我们打仗十几年都没拿过这么多东西，这不够装啊。哎，你还干嘛去？这什么呀？这是我小时候睡觉用的，没有它我睡不着觉。少拿点行吗？少拿点，还有这么多书呢，啊，这些书搁哪儿啊？我姐那屋有一个我的箱子，在最大的柜子上面，你帮我取一下吧。哎，啊，你姐那屋在哪儿？隔壁。哦，少收拾点。回来了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，那个宋先生，是我要带他走的。吴队长，这是我的家事。你们警察从什么时候开始私闯民宅，管起别人的女儿来了？宋先生。玉涵她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你说你整天把她锁在家里边不让她出去，您这就是非法限制她的自由，这我们公安局就得管。这是你们陈局长的意思吗？啊，好，我这就给你们陈局长打电话，如果他同意，那你可以带着我的女儿走。接公安局陈局长办公室。喂，陈局长。是啊。我是宋博阳啊，
吴队长在我这儿，他说他要带我女儿玉涵走，请您示下。哦，宋会长，实在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。你这样，你把电话给他，我跟他说。喂，谁让你去人家的？谁让你去人家去捣乱的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人家的事儿我们不能管，也管不着。你脑子是怎么想的？赶紧给我回来！你还等人家报警让我去抓你啊？混蛋！那个，宋先生，对不起。雨涵，我不能带你走了。那个，我给你那几本书，都是我让我们同事精心给你挑的，都是好书，你多看看吧。看看能进步。哟，吴队长，爸，怎么了这是？这很可能会导致他和宋红玲彻底暴露，必须马上弄清楚这件事。走开！是我，雨涵。生气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今天这吴队长闹得实在是有点过分。啊，你呢就先忍一忍，等爸消了气儿，我去找他，啊，让他网开一面，让你出去。谁让他网开一面了？我根本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。你喜欢程局长这没错，但是你干嘛非要加入那个共产党？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？我不管，加入共产党是我的自由。既然追求程局长，就不要提入党的事情，这样会让人误以为你追求他是有目的的。爱情啊，还是单纯一些比较好，不要掺杂政治，你说呢？哎，姐夫啊，姐夫。你不懂，我跟程大哥之间的障碍，远不止我爸一个人。我爸这个人吧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哎，反正你跟我在爱情的世界里面，又是注定要受苦的人了。说什么？刚多大？成天受苦，哎，你看看，刚才在我的房间捡到了这个，
哦，这肯定是吴征的。吴队长。嗯，我让他去你们卧室找我的箱子，估计是落在那儿了。哦。杨景修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。一旦吴征向程强报告，程强随时有可能向宋红玲问起此事，他必须马上告诉宋红玲，好让他有所准备。赵医生的处理没有问题，你按照这个处方来，注意观察，有情况马上告诉我。好。喂，红玲，你方便回来一趟吗？我储物间的钥匙突然找不到了，我现在着急拿货给人家，要是方便的话给我送回来好吗？好，你等我。宋叔，哦，你私闯民宅，你还怨我了？谁让你宋叔的？你有文化吗？你就给人宋叔？我就是看不惯宋博阳，阻止进步青年进步。你还敢顶嘴啊？你还敢跟我顶嘴了？又来了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又来了！我告诉你，别说宋二小姐她不是共产党，就算她是共产党，老子管女儿也是天经地义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以为你穿这件衣服，你就可以横行霸道了？你私闯民宅啊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！到底怎么想的？你告诉我你怎么想的？我喜欢宋雨涵。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宋雨涵。你喜欢人家你就去抢啊！你不是跟我说过，他是资本家，你看不惯吗？你喜欢他干什么？那毛主席不是还说了吗？只要不是汉奸走狗，咱就该团结。你个臭小子！那毛主席叫你上他家去团结了吗？毛主席没说过这话。那你到底错没错？你说你错没错？我写检讨。我告诉你，你好好写检讨。你怎么喜欢上人家的？你接下来还有什么预谋？你给我写清楚，写不好我就崩了你。是，滚蛋。怎么着，还不服是吗？不是，有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从宋雨涵她姐那屋发现一部电台。你发现了什么？就当没有发生过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写检查去！我都立功了，我还写啊？你还跟我讨价还价是吧？啊！哎，不是又来了，又来了是吧？我写，我写。一部电台让程强不得不警惕起来，联想到监狱暴动当天的那辆轿车，宋红玲身上已经接连出现了两个疑点。程强最不愿意怀疑的人就是宋红玲，但调查势在必行。程强思考着如何才能既搞清楚电台的真相，又不因为可能的误判而打草惊蛇。出什么事了？公安局的那个吴征
也许发现了我们的电台。吴征？对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今天来家里，非说带雨涵走。雨涵让他到我们的房间来找一个箱子。我想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应该有机会发现我们的电台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程强可能随时会找机会试探你。你要想好对应的说辞。还有啊，这段时间他们很可能来监听我们的附近无线电波，电台可能不能再用了。等会儿你就回禀江总，向总部报告，申请一段时间的无线电禁令。好。N38可是高级设备，美国一年前研制的，它收频率广，接收率高，而且外接话筒可以直接通话。那什么样的单位现在能用上这样的电台？那只有国民党的高级军事和情报机构才可能去配备呢。红十字会有这个可能吗？主任，红十字会倒是可能给战地医疗队配备电台，但这么先进的不太可能，除非是美国赠送的。是这样，我们有些同志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会受伤，我想局里啊应该常备一些药品，这样他们用起来就会方便一些。这太好了，这个好。你呢，给博阳医院的宋医生打一个电话，让他帮忙准备一些药品，然后派人去拿。是。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。那个刚跟他们家闹完别扭，要不然你让汤文静给他打。再说了，你跟宋医生那么熟，你为啥不给他打呀？工作问题你哪那么多为什么？叫你去你就去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我下午就去取药去。谁让你取药了？我让你去打电话，我让你取药了吗？我知道。检查写完了吗？我检查写完了，我一直带着呢。怎么样，写的不错吧？错字太多，重新写。是。接汤主任办公室。好，文景，你现在马上监测一下道里区一带有没有可疑的无线电信号，如果有可疑的信号马上向我汇报。对，就这样。这个药你一天吃三次，用温水吞服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程局长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取药。吴征没告诉你吗？哦，他打过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但他没说你会亲自来。我开车正好顺路，所以就过来了。那你稍等我一下。好的。那您记得这个药必须要饭后吃，不然会伤胃的。哎，好，谢谢大夫啊。给你药。哦，你这手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你，没事就好。这点伤算不了什么，跟前线的战士比起来差多了。怎么差多了？你们当医生的也很危险啊。你们战地医生在前线一定有很多危险。还好没你说的那么危险。怎么不危险？都是在前线，只是你不愿意说罢了。肯定很危险。不是我不愿意说，真有什么危险，部队就会用电台通知我们提前转移，首先保证医生和伤员的安全。电台？你们红十字会医院也有电台？这太先进了，不像以前我们打仗的时候连个电话都没有，有时候传信那都得是人来人去的。我们当时那台也是美国资助的。美国资助的？
那是不是很先进？是啊，我们没什么秘密，要的就是通信及时。当时给我们的那台是可以外接话筒直接通话的，是挺先进。外接话筒？啊，这太先进了，不像我们公安局的电台啊，都老掉牙了，早就应该换。我那有一台，不然你拿去。就是坏了，当时本来准备扔了。 可我想留下来当个纪念，你拿去修一修，看看能不能用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！还是算了吧，杨先生喜欢收藏，他一定会喜欢这些东西的。你要是把电台给我们，别到时候再惹一些麻烦。我走了啊。那我送送你。啊，不用了。没事儿，不用担心。 我不是担心，你不是还没吃饭吗？别再凉了，啊！好，那你慢走。哎，好。这样啊，这个落马湖一带呢，外国人比较多，大大。 这个你很了解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想金宇轩肯定会来找他们的。这一带一定要进行严密的监视，尤其是药品、枪支，查出他们的来源还有出处。所以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，能不发生冲突的，尽量不要发生冲突，好吧？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散会。 问过红十字会了，他们确实是给医疗队配发过这种型号的电台，美国赠的。是不是咱想多了呀？现在还不要下结论，继续查。还查呀？我觉得宋家应该跟国民党没啥关系。你觉得什么呀？啊？你是不是担心宋家二小姐有牵连？ 有点儿，我告诉你，吴正，干我们这一行的，不能被情感左右。有时候情感就像一张网，你不知不觉的就会变成网中的猎物，所以一定要保持清醒。我知道这很难，但是我们别无选择。明白吗？明白了。什么网？ 进，宋长官，有消息了！共产党他们也在抓金宇轩，在满世界找他。确实，目前只打探到这些消息。只要共产党还在找他。 我相信，他绝对不会跟共产党有交易。费英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他的伤势有好转。上次金宇轩失约，是因为被城墙抓了。可这回人出来了，怎么反倒不急于和我们联系？我估计是外面工党的风声太紧了，他不敢露头。 再等等吧，相信他绝对会回来找我们的。但愿吧。你跟大家说一下，不要放松，继续找。只要还没有拿到钱，他一定不会离开哈尔滨。监狱暴动这个事儿查的怎么样？查清楚了，是一个叫洪宝奎的流氓头子煽动的。洪宝奎，我看这个事儿。 八成还是国民党干的，他们的目的呢，就是想救出金宇轩。但是为什么是洪宝奎来干？他。
他跟国民党有什么联系？这个事儿得好好查一查。啊，我知道。心细点儿。知道了。哎，那我去了。哎。喜子，哟，局长还没走呢，忙什么呢？哦，我这儿正整理全市烟馆、赌场的资料。怎么样，有难度吗？可不嘛，这表面上的都好办，一封就行，可暗地里的实在是不好杜绝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事儿挺难办。林则徐干过，北洋政府干过，国民党也干过，现在呢，轮到我们了。干不好，丢人。明白，局长，您放心，难度再大，我也会尽力干好。好，但是啊，不能太着急，态度我们要鲜明。领导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我已经很久没跟洪宝奎这个流氓头子混了。洪宝奎越狱以后，有没有找过你啊？真没有。您要是不信啊，可以立马把我拖出去枪毙啊。喜子，局长，把他拉出去毙了。是。哎哎哎！救命！救！宝辉最近跟什么人在一起？我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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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跟一个大老板在一起，他们在做一个大买卖。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。姓季。这是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了。还什么知道什么？赶紧说！我真的不知道了，陈副，你相信我，我已经很久没跟他们混在一起了，我现在是良民啊。这样，你下去呢，再好好想一想，啊，我这儿把他拉下去。饶命啊！看来跟洪宝奎在一起这个姓金呢，有可能就是金宇轩。所以我们要想找到金宇轩的话，一定要先找到洪宝奎。金宇轩要是真跟洪宝奎混在一起，那还真够麻烦的。我看未必啊，不是一件好事。市委决定啊，为了维持哈尔滨的治安，要取缔大小烟馆、赌场还有妓院。这事儿由你和老赵去完成，好吧？顺便看一看，能不能摸到洪宝奎的线索。老板呢？长官，长官，你是老板啊？对，我来看看。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看清楚再说。真的没有。赌场查封，全部带走。哎，停停停停停！长官，这次要交多少钱？这个事很不好。哎，不用交钱。啊？那查封到什么时候？你刚才不是说生意不好吗？这次啊，你就算彻底省心了。全部带走。是是是。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没有。共产党对逃犯一定是穷追猛打的，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他不敢露头。不过我打听到，最近共产党搜索的重点不在金宇轩。那是谁？洪宝奎。程翔费这么大周折找洪宝奎，一定是为了金宇轩。洪宝奎就是个大混子，哈尔滨的三教九流，哪个不认识他？金宇轩跟他在一起，恐怕很容易暴露行踪。如果真的是那样，那麻烦就大了。你们要抓紧去找金宇轩，还有洪宝奎。在共党搜捕的时候，多派些人手暗中盯着。如果金宇轩落到共党手里，能救出来自然最好；救不出来，杀了他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要这事儿。哎，子鹏，来了。我先不跟你聊了，上去报个信。好好好啊。
谢。宋长官、杨长官，南京方面很关心电台的情况，希望让我问一下，什么时候能恢复无线电的通讯？现在还不好说。程强找过我一次，想套出电台的来源。他核实过后，应该发现不了什么问题。不过还不确定，他能否就此打消怀疑。那我把这个情况向南京方面汇报一下，请求他们继续保持无线电静默。去吧。电台的事情，你认为程强还在怀疑吗？我说不好，不管怀疑不怀疑，我们都得小心。局长。啊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取些备用电池。哦。什么情况现在？道里区一带近几天没有发现可疑的无线电信号。继续监听，有什么情况赶紧汇报。是。啊，小姐，爸爸放我出去了。老爷让你下去吃饭。